你知道你的夏天要用几瓶防晒吗？不防晒是每天需要使用吗？这个是真的，坚持不会晒黑。学生的大牌平替，大牌平质，学生价格别纠结，选它。学生的防晒大牌菜，实力还顶呱呱。SPF 50 PA 三个加，这样的全光谱高倍防晒，使用进口防晒剂，稳定性更强，这样去海边都不怕不怕了。SPF 50加长时间隔离 UVB 帮助预防晒伤晒黑， PA 三个加隔离 UVA 更是可以预防光老化损伤。接着来说姐妹们最关心的问题，在夏天那么热的情况下，肤感真的很重要。我也是夏天特别不喜欢黏黏的那种，这个升级后的天空蓝 2.0 防晒就不会，乳液质地，三秒成膜，好推开，流动性还强，防水防汗，不黏腻，使用感真的不要太舒服。而且生物化防晒肌肤不会有负担哦，4-5天加，所以不致敏不致痘，温和又安全又不刺激。还有很贴心的一点，美康粉黛它还送小样呢，可以先试后买，容量也从30克加到40克，这么良心的大牌菜哪里找？夏日防晒抓紧入手吧，下一个白白嫩嫩的小仙女就是你。